江苏巡抚宋文龙叩见吴皇。哎呦，宋大人呢，你可真吓了我一跳啊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等人呢？快起来说话。好，微臣在这儿是专门等候皇上的。哦，是等候皇上的。那您接着在这儿等吧，我呀现在不是皇上了。皇上，微臣知道您这是要微服私访，对不对？微服私访啊，我，您看，微臣也是一身便服，特地陪您私访啊。哎呦，宋大人呢，这回您这马屁可没有拍对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皇上就在这行宫里坐着。哎，你，我是皇上的替身，回家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在这边呢。妙，妙！我说你这是闹猫呢，你妙妙妙妙个没完呢！您安排个替身在宫里坐着，您呢自己出来微服私访，多妙的一计啊！妙，实在是妙、哎、行了，宋大人，行了，您别妙了啊。哦，照您这么一说，哎，这真皇上倒成了我的替身了，我这替身倒成了真皇上了，谁也分不清谁了。哎，我可是实话跟您说了啊，您可别后悔，这回啊我还真不是皇上。您这回不是皇上，我也不是巡抚，咱们一起微服私访好不好？宋大人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没工夫陪你瞎扯。微臣有空陪您瞎逛啊。宋大人，您有事吗？您有正事吗？啊，去，忙你正事去啊。伺候您就是我的正事，您要查什么我带您去，您查八旗，查反贼，查私盐，还是查那个漏税？我什么都不查，我呀去高升戏园。哎呀，皇上听戏，好雅兴，有品位。哎，我不是去听戏，我是去看大梅。大梅啊，大梅什么人？这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她是。她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。哎呀，多情皇帝，风流天子啊，唐明皇之后就得数您了。我说你真能扯呀你。谢皇上夸奖。哎，我说宋大人，哎，你们这些当官的是不是都你这个德行啊？对，哎呀，不，奴才可是出类拔萃、独一无二的呀！啊！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阴魂不散，死缠着我呀你？我天天都在行宫门口等着你，终于等到你了！大胆！你知道这位是谁吗？啊！他是当今的皇上啊！你多嘴！你别听他胡说啊！您瞧瞧我这身打扮，我哪像个皇上啊？我是不是？皇上没穿龙袍，他这是恢复私访。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看你才是不知死活的！你放开！你放开！你不能对皇上下毒手！你不能对皇上下毒手！皇上！什么事这么热闹啊？哎呀，迎神呐、啊！哎，我们要到行宫去叩谢万岁啊！叩谢万岁啊！是什么呀、啊？万岁下旨，不准炸地，保住了我们四乡十八村的百姓的性命啊！哦，哎，那你们都是？我们全是周家营的不老乡亲啊！快呀、啊！啊，周家营保住了！谢谢王大统领，你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啊！
你干什么你？我，宋大人，皇上，我可总算找到您了。他是。皇上，没错，我在街上见过他。没错，宋大人还陪着他呢。放肆！皇上在此，还不下跪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，都。护送皇上回行宫。小心戒备。何大人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何大人，我把皇上平安的送回来了。谁叫你这么多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何大人，你听见老百姓在说什么呢吗？听见了吗？何大人，这回您知道我不炸堤是对的了吧？啊，您听，哪儿不能去？啊！